转，调教生命的罗盘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。Thank you.
Oh.
Yeah.
Yeah.
弥陀佛，释迦牟尼佛，阿弥陀佛，释迦牟尼佛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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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。20多年来，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，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，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，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。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，让大众接触佛法，明白因果业报观念，才能断恶修善，改善命运。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，学习佛法，才能离苦得乐。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。
为了护持佛法永续，利益更多众生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，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，润泽群生。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，50444468，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，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，0398993190，传真0398987870398987，0398987877。新逢端午佳节，佛教慈悲置业花莲分会启建消灾超荐祈安法会，恭送大佛顶首楞严经，恭请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。日期6月8日星期六至6月9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83116730383116。0383116730。法会现场备有吉祥素众甜品与大众结缘，敬邀菩萨参与欣喜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八关斋戒暨蒙山施食法会，恭请湛山法师、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主法，日期6月16日星期日上午9点，下午2点佛学讲座，阿弥陀佛48大愿，主讲人湛江法师，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0728，0728202278，0728202278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。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。Thank you.
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佛问圆通，我于地观身心暖处，无碍流通，诸肉俱消，三大宝宴登无上觉，思维第一。佛问怎么样的证到圆通吗？用我无出心魔的看法，我用这个自审时的认真去观察全身身心所有的暖气火大啊，让它无碍流通，转过来成为智慧佛，把所有的漏烦恼，漏就代表烦恼，出漏就是见思惑，见惑八十八识，思惑八十一品，所以叫做诸漏。这些烦恼既然是用我的智慧佛把它烧掉了，都消灭了，那么由此三大宝焰全身都是火光，焰就是光啊。这个大宝焰的火光照耀十方，由此可以到究竟佛国，就是登无上觉。无上觉就是无上菩提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简称无上正觉，就是无上觉啊。那么由此尚且可以成佛呢，何况是阿罗汉啊？我认为这个最第一，这个方法最好了啊。平常啊，佛法的通途对治这个参与呀，都是叫人修不净观，修不净观，以不净观来对治贪欲心啊。而这里就是顺住烦恼的情况来反观，让烦恼火变成智慧火啊，来烧灭烦恼而成为啊，这个断惑证真的这个究竟方法。所以呀，佛法没有一定的，无有定法，随时都可以变通，看情况而定。每一个人的烦恼不一样啊，这个烦恼重轻情况啊，过去多生的习气处处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对治的时候啊，通途的方式对治不好的话，就还要借其他的各种方式啊。因此通途说啊，多贪众生不净观，多嗔众生慈悲观啊。但是在其他佛经里面随时都有变化，这里就叫人把这个贪欲心转过来成为智慧佛。普门品里面叫人修啊，多贪众生念观世音菩萨啊，就能够断除这个烦恼啊。所以这个对治方法很多，要会用，自己随时随地呀、来用这个各种方法，就是好像阿兵哥上战场打仗一样，在古代啊，不是刀就是长矛戈戟啊。如果你样样的武艺都娴熟啊，碰到什么样的情况，我用什么武艺来对付对方，那么就有办法降服烦恼。主要就是看自己的内心是不是肯往这方面下功夫。烦恼生长起来，要有办法对治，不能跟随烦恼去，这个是最重要。这一部经本来地水火风次序，现在是火摆在前面，顺着经文的根本宗旨啊，破除众生的生死根本。这个浴火就是众生的生死根本啊。
为了要消除众生的生死根本的根源，所以在四大里面先说烦恼欲火啊，然后才说地大。那么这里已经把火大大概说清楚了，火大它不是灌外边的火啊，是灌内心的火，这样子啊才能对治烦恼。接下去讲地大，地大的文字就多了啊，我们这么长的文字只好念一段讲一段啊，要通通念要花很多时间嘛啊，我们就只好念一段啊，来说一段。此地菩萨即从坐起，顶礼佛祖而白佛言：地大圆通啊，是自此地菩萨所修的啊，因为他修地大圆通，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此地。此地菩萨他的名字叫做此地，就是由地大圆通而入门，因为修地大圆通成就，所以呀、啊、他名字叫做此地菩萨。关于这个大地来代表佛法，有很多的这个意义啊，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呢时时都有提到，提到这个地的作用啊。所以在宝源经里面说，大地，我们这个地面上的大地，脚踩的那个大地，这个大地呀、啊、它有十种的功能啊，有十种功能，所以叫做地大啊。这十种功能是什么呢？第一啊，地最广大啊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地，地最广大。那么以广大的地来说明菩萨心啊，菩萨发心最广大，因为从初发心到成佛，这个所经过的许多的阶段时间啊，它的范围最大，所以这个广大的大地比菩萨的大心啊，以广大的大地比菩萨的大心，所以叫做地为广大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大地为众生所依啊，无论你哪一类众生都要依靠这个地大，没有地大你能生存吗？像我们人如果脚没有踩在地面上，我们又怎么样子生活啊？不能停在空中啊，所以一切众生都是依靠地大而生存的，就是空中飞鸟它也要靠地大，它晚上休息的时候它在兽上，这个兽就是在地大的这个地面上的，如果没有地大它个兽靠在哪里啊？所以一切众生都要靠住这个大地。那么一切众生靠大地，以这个比方来说明一切众生靠菩萨，有菩萨的大心来度化他，如果没有菩萨的大心，众生就无所依啊，那么众生想要解脱就好像无期了啊。这是第二。第三呢啊，大地它没有好坏的分别，没有好坏的分别，没有好恶啊，不说这个东西好我有多让它都在一段时间，这个东西不好很脏我不让它留在我的地面上，它没有这种分别啊。所以这个地面上再好的东西它照样让它存在，再脏再臭的东西也是在地面上存在啊。所以这个地它不会分别好坏，没有这个分别心啊，好的它让它存在它的地面上，不好的它照样让它存在啊，就是臭的东西它也照样存在。那么这就比方菩萨对于众生呢、啊、不起分别哦，不说哦这个众生跟我有缘我先度他，那个众生与我他对我不好我不想度他，菩萨不能有这个心，菩萨平等普度，不分众生的善恶啊，
只要有机会就想办法要度这类众生，这是第三。第四，大地能受大雨，下雨啊，下雨天雨下再大，地都能够承受啊，不会说是因为下雨下的太大了，大地承受不了而沉下去了，没有这个事情啊。那么土石流也留在上面，也不会流到啊这个地之外去了啊。所以呀、啊、这个地能受大雨，地能受大雨比方菩萨能受大法，佛说的大法雨佛所有的一切法菩萨都能承受都能接受啊。大地能承受大雨比方菩萨能承受佛的大法，这是第四。第五啊，大地能生草木，一切草木都在地面上生啊，树木固然是一地生，草也是一地生啊。近代这个农作物啊，现在都是用这个除草剂啊，这个草多了用除草剂一撒，就让它日光一晒就死掉了，都变成黄色的。我一向对于这种情况我很看不习惯啊，觉得这个好好的生长之物一让它这样子啊干死啊，这样子看起来很不习惯。从前都是靠人工脱草啊，靠人工去除草，现在用这种方式实际上对地面上的地质也会有伤害的啊。不过这个一本文武官不想多说啊，就大地草木都是从大地生的，草木都是从大地生，这个比方菩萨一切功德都是依众生而生，菩萨要成就功德，如果没有众生，他能生长所有的功德吗？记得普贤行愿品里面第九恒顺众生里面说的，菩萨如果没有众生他就没有希望成佛，好像这个没有众生菩萨就没有修因的机会了啊。所以大地能生草木比方菩萨依众生而成就无量功德。第六，为一切种子所依，你看地底下的种子多得不得了啊，锄头地刚撒过了草子死掉干掉了没有多久它又生长起来了，怎么会生长啊？那下面有很多种子啊，下面那个草的种子多得很，所以过了一段时间那个药性过去了它又生长起来了啊，为一切种子所依。那么这是说明菩萨为一切众生所依啊，众生能够生长菩提种子都要菩萨去启发它。所以啊，这个大地有无量种子，众生有无量种性啊，那么由此菩萨启发让他修行啊能够断烦恼啊成菩提，这是第六。第七，大地能生众宝，有的时候报纸上说什么地方有宝哦啊，那么有好多人去挖宝哦，有没有挖到不要去管它，可见地底下是有宝的啊，这金矿啊银矿啊铁矿啊都是在地下面，所以这个地能生长一切众宝啊，显示菩萨能生长众生无边利益啊。第八，大地能生种种的药品啊，当归呀、熟地呀、乃至这个各种的药品呢、都是从地面上生长起来的，显示菩萨能够以种种的法药来对治众生种种的烦恼病。第九啊，大地中风不能动它，所有的风不能动摇它，风再大的吹啊，刮大风啊，台风再大超级的，大地还是微不动啊。那么显示修学佛法要学习到八风吹不动啊，八风吹不动，假如能够做到八风吹不动的话，这个就有希望将来成佛了啊。大家知道宋朝的苏东坡啊，苏东坡他有一天
在家里突然之间想起一首偈颂啊，赞叹佛，赞叹三宝，悉受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啊，端坐紫金莲。啊，这个赞佛的句子也是赞三宝，太好了，写下来，叫人送去金山寺，故将送去金山寺，给金山寺的佛印禅师。啊，那么佛印禅师接到了，他在后边批了四个字，很不好听，放屁，放屁，连批这两句，叫这个使者送回去给苏东坡。苏东坡一看，气死了，我赞叹你，你说我放屁，没有道理。因此呢，马上过江去跟这个佛印禅师理论，你怎么说我放屁啊？佛印禅师笑笑说，你说八风吹不动，我一粒屁就把你打过江了，还八风吹不动了。哎，他上当了还不知道啊、哦、上当能够学乖，不晓得他有没有学到。大地风吹不动啊，表示八风吹不动啊。第十，雷电不惊，打雷啊，地不会怕，再大声的雷啊，闪电，大地还是微微不动啊。这是说明呢，佛说法狮子猴无所谓啊，菩萨能够成就这个狮子猴的功德，所以地有这十种的功能啊。这一位菩萨他能够具备这些功能啊，他能受持这个法门，所以他的名字叫做持地。这是根据有一部经叫做《宝云经》，法宝的宝哈、云呐、天上的云，《宝云经》里面也是说到这个持地三脉，说持地三脉这个大地有这十种功能，所以叫做持地三脉。啊，现在这个持地两个字是本经啊地大圆通的一位菩萨的名字，这个菩萨的名字叫做持地啊。这个持地菩萨，他到了这个时候，要说他的地大圆通的道理啊。前面火大圆通说完了，持地菩萨是坐住听经的啊，所以文字跟前面不一样。即从坐起，他随时啊从他的座位就起来，顶礼佛祖，顶礼释迦牟尼佛的祖像啊，而白佛言，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：“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于世。”我为比丘，他回想到第一次发心，久远之前第一次发心是在一尊佛的面前发菩提心，这一尊佛就是普光如来，普光佛。普光佛是不是八十八佛的第一位？我们这个寺庙里的晚课啊，有这个八十八佛，第一就是南无普光佛。是不是这一位普光佛，不得而知。实际上从古以来佛同名的佛很多的，既然有同名的佛啊，是不是八十八佛第一尊的普光如来，不得而知啊。经文里面没有分别，我们就不晓得是不是同名，或者是就是这一位。他说在从前呢，这个普光如来出现在世间啊，普遍放光照耀十方，所以叫做普光如来。他出现于在这个世间上，这个时候持地菩萨他是做一位比丘，就出家人。那个时候的持地菩萨第一次发心的时候，就是在普光如来的这个法会上，他是一位出家人啊。我为比丘，这个我就持地菩萨自称。但是我在那个时候啊，我是一个比丘，是个出家人。那么他怎么做呢？那个时候他当比丘做些什么事，下面就说出来了：常以一切药露金口田地险隘有不如法防损车马，我借平田，或作桥梁，或覆沙土。
不要以为一定要大殿上读经、念佛、静坐、持咒才叫做修行哎。各位看看这一位比丘，舍利菩萨的前身，他做什么？他做修桥补路的工作。他做这个世间事，常常在一些重要的道路上，金口就是有水的地方啊，船头或者是桥梁啊，有水的地方要渡过去啊。那么如果有田地险隘，田就是农作的地方，地面上如果有这个农作的地方的田或者是马路啊，或者是有些地方很险，隘是窄，路很窄，很窄的路很不容易通过，好像单行道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，有不调顺的地方，有不如法，不如法就是说这个路不平啊，或者是高高低低，或者是这个过水的地方没有桥，没有这个水道的这个交通工具啊，或者是在路上会防损车马，会伤害到这个车子啊，让它不能够自由走动，或者是马会妨碍到马的奔走啊。我平常时啊，看那些不平的路，我就去平田，田是填补啊，有洼的地方啊，低的地方我就挑土把它填满填平啊。这是陆地的陆路啊，我经常是去修桥补路，吐水的这个有水的地方，或者是有溪有河有江要过水，那么没有桥我就做桥啊，桥梁，梁是架桥的这个柱子啊。那么有桥必定要有梁，没有梁桥就做不起来。那么他也会造桥啊，碰到有水没有桥的地方可以造桥，他就造桥啊。或者是用背负沙子土石啊，去填补这个所有不平的地方，所以叫做或负沙土，负背负啊，用背啊负住这个沙土啊，去填补那个不平的地方。可见修桥补路也是修行啊，假如你肯发心修桥补路，修桥补路一样就是修行。一般人认为那是做好心啊，好心人啊，修桥补路这也是修行啊啊，而且还是比丘的修行法啊。他当比丘，他尚且做这些工作，如是勤苦啊，今无量佛出现于世，这不是做一生两生呐、啊。经过无量诸佛出现世间，他都是这么勤劳，如是指法之词，指上面的在要路金口填补啊，这个乃至做桥梁等这些勤苦很苦恼很辛苦的事情啊，他都在做。他不是做一生两生，也不是亲近一佛两佛，而是经无量佛，经过无量诸佛啊说法度众，他还在哪里啊做桥梁啊，填补这个路面的这个填平啊，他还做在这些做这些工作啊。所以经过无量佛出现于世，他还是照做。可见菩萨道一定不是三天两天的事情，更不是一生两生的事情，那是近未来际啊。我读楞严经啊，我读到持地菩萨这一章，我最受感动，我就觉得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说的一切法皆是佛法，这里就完全把它表现出来。既然一切法皆是佛法，不一定是读经拜经啊，那么这个念佛才叫做佛法。你看这个持地菩萨修桥补路一样就是佛法。
啊、如果不是佛法，他为什么三三四四都这样做啊？而且持续不晓得经过多少佛，他还是这样做。我们今天只讲到如是清苦经无量佛出现于世啊，再往下的啊，或有众生以下的文字啊，就像这样。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，划拨账号50323858，50323858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202608，012001202608。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、供斋、点灯、慈悲施食、药供烟供。新逢伽蓝菩萨圣诞，佛教慈悲置业三星大悲观音道场举办88佛弘明宝忏万灯祈福法会，恭请湛行法师、湛弘法师共同领众。日期6月18日星期二，时间下午1点30开始，地点佛教慈悲置业三星大悲观音道场，联络电话0398993190，0398993190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斋法义，共沐佛恩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狗狗行为免费矫正座谈，主讲人阿喜师兄，日期6月22日星期六，时间晚上7点至9点，联络电话06271-6616，06271-6616或06271-6612，06271-6612。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斋法义，共沐佛恩。